我叫阿不力孜喀日欧伯利，今年32岁。我小时候很喜欢画画，学了素描呀，还学油画。我特别想画人呀、动物呀，特别想画。但是我奶奶说，人、动物画是不是穆斯林的事，进不了天堂，下地狱，阿拉生气，这样的说。我想，如果我还继续画画，如果我还继续画人、动物，如果我死了以后，下地狱，进不了天堂，我怎么办？我不敢画画，告别了画画梦。以前我脑子里面很乱，什么是好的，什么是坏的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我现在需要一个机会学习这个。我刚来教培训中心的时候，看到了学校的环境，太高兴了。看到篮球场，看到排球场，看了我们的宿舍，还看了画画室，我真的找到了自己的梦想。来学校以后，我脑子里的所有的不明白的东西清楚了。以前想的是错了，我现在可以画画。我班里面自己画画了，画几份以后，我给老师，来老师看一下我画的可以吗？老师一看，我可以呢。你会画画吗？我会的呢。你为什么早就不说呢？我以前真的老师，我说早，以前是我怕，现在听了你们的课以后，我不怕了，这样说，老师提供了我许多画画的东西。画画以后感觉是太好，学的好多东西。我给老婆孩子给了两个作品，一个是我老婆的自己的照片，老师给我帮我画的一个油画，还有一个是我们结婚的9年以前结婚的一个我们两个的合影，我画了，还有一个是我孩子的照片画了。我送给他的时候，他一看，哇，你会画画吗？我回的那老婆，他说我真的我不相信你自己画的吗？我真的我自己画的，问一下我的老师。他问了我的老师，老师说可以，他自己画的。他太感动，他太高兴。我那个时候，我孩子看到我自己的照片，爸爸，我现在找到了一个梦。哎，孩子，找到了啥梦？他是我找到了一个画画梦，我未来一个大画家。他那个样说，他现在7岁了，7岁的孩子说了这个，我也感动，我也流泪了，真的。我们两个人结婚10年了，一次也不画画。我看到他送给我的照片的画的照片，我看到在那个太惊讶了。我爱人很棒，原来是有能力嘛，能力干，所以我很感谢。现在创造了好几个了，头像、素描，还是一个古城的老的样子。我十几年看到那个样子，我想起来，还有那个老师们的指导下，我画出来了，很高兴，真的很高兴。我很爱画画，以后我继续找一个画画梦。